恐龙展览区，哇，这边是很多的小鸟。然后现在转到这里，看到这个是什么龙？这个是什么龙？哦，这叫 raptor 叫什么？迅猛龙。哦，迅猛龙叫做迅掠龙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蓝 blue 迅猛龙在这里啊，这是迅猛龙啊。噔噔，哇，上面有翼龙，哇，很大的龙啊，上面有翼龙，哇，还有雷龙。正前方这里是什么龙？这里是暴龙，哇，暴龙，哇，这个是暴龙，哇，暴龙的手有这么大，哦，呀，很大的暴龙，嗯，哇，前面这个是角龙啊，它的鳍啊，慢慢的，像角一样，可以爬到那个岸边，就趴在岸边上。可是它的身上的皮肤呢，哦，这个是角龙，这是鱼，有一种两栖类的龙，它需要有的时候在水里面，有时候爬上来的时候，哦，会长鱼食鱼，然后有时候这个上面还有金鱼，这是一种吗？如果说它在这个窝里面啊，如果上面的水增长鳍鱼，埋在这个洞里面，枪鳍鱼活化石。然后之后呢，哎，就下雨了，雨季又来了，是不是水就跑进来它的洞里面，然后从这个洞里面跑出来？这是以前的一种叫做。